iPhone 8曝光新配色，玫瑰金加白，设计与众不同。苹果的玫瑰金色一直受到了广大女性用户的欢迎，而最近这些年，玫瑰金配色好像被人冷落了，纯色系的 iPhone 现在又回归到了主流审美当中。不过今天国外一位网友曝光了一张全新的 iPhone 8渲染图，这张图中可以看到机身采用了白色加玫瑰金的设计，感觉有些与众不同。白色与玫瑰金相结合，采用了白色双玻璃加玫瑰金金属中框，混搭但是时尚感十足，相信会受到很多女性用户的信赖。